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71集的节目。今天呢，来给大家做 SSD 86号的系列啊，86号自成一个系列啊，它是恐龙小队 Dinobot 里头的铁渣，还有附带一个小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孩子呢笑得非常开心啊，他是丹尼尔，在1986年大电影的时候呢，有他很重的戏份啊，看你笑得这么开心啊。你觉得没有想到说呢，在2021年的时候，变形金刚的玩具呢会把你的脸都做不出来啊啊！实际上的玩具本体呢，它是什么涂装都没有的。那当然我不希望它真的把人脸涂在上面，那感觉会更恐怖啊。它这个 MP21 吧，大黄蜂吧，它是有一个丹尼尔的一个小型的人偶。那么这个反正呢，你就当做它是一个量产兵吧啊，没有任何的涂装。那么这个附带这个小人的话呢，跟钢索的这个小威力都是一样的啊，这个膝盖都是一个永远蹲马步的一个状态啊。那从盒子里头看到的时候呢，我觉得哇，这小家伙怎么那么大啊。那实际上拿出来跟钢索对比之后，就觉得说，哎，好像也还好哎，并没有特别的，没有特别身高上的优势，没有。但是胸口的一个宽度还是比较吓人的。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腿的比例来讲，钢索的腰到这儿，但是这一款铁渣的话就到这里啊，是有一个小小落差的。所以感觉它的下半身呢确实是比较短一点，然后上半身更长一些的话呢，感觉的话呢，就以造型的美型度来说呢，这一款铁渣会更加接近于1986年时候的那种机器的一个审美啊。那两者都是一个 leader 级的玩具。那我这一次的话呢，还是比较还算比较欣慰吧啊，我对官方也是比较仁慈的啊。它的这个最关键的一个位置呢，还是有齿轮关节的啊。我曾经数次的提过啊，这个机器人的一个玩具的话呢，如果这个肩膀的齿轮关节，因为我们最常掰就是这个地方啊，如果愿意做这个关节的话呢，我们就会在把玩的时候的一个回馈的力度啊，玩具的一个质感会比较好。另外一个齿轮关节就是在这个膝盖的位置，其他的话呢就没有啊。那以人形状态下呢，除了头上的这个角啊内部有空洞之外啊，这个完成度看上去是比较高的。背后有翅膀啊，翅膀我是故意弄这么大的啊。恐龙小队好像我记得他们在G1都是会飞的，经常空袭从空中掉下来，然后再变形成恐龙，然后强袭这个敌方的部队。那他这个背包这里啊，这里是两个这个灰色的这个凸啊啊不对凹啊，是要跟这个是要扣在一块。然后内部的话呢，我不再确定我扣这样是对还是不对啊，因为说明书根本就不会跟你讲到里头这么详细的地方。我是里头咬住之后再往上推啊，基本上如果你不要特别去碰的话呢，它是算是不会晃，有一点小卡住的感觉了。这个部件是往上推上去啊。那整个玩具身上的话呢，有两处呢我特别上了细油，一个呢是这个手掌，这边不会啊，这边还可以，但这边显然是太紧。那变形的时候它有需要转动。那另外一个地方是腰部，它腰部呢我初拿到的时候转动起来是非常的紧。那我现在已经上了细油，因为腰部这个内部比较不好上了，我是让滴的几滴的细油让它顺着流下去啊，目前效果有一点点出来啊，但还是偏紧一点，但是不至于说完全不能把玩了。然后呢，全身上下的一个灰色，还有这种浅灰色、红色的塑胶圆形色呢，是胶感可能比较重，但是我个人没有很讨厌，因为作为一个有古早风味啊 G1 style 的玩具，我觉得胶感重，我觉得也没什么。那反正这个头部啊、头啊的前后啊是不一样的，前面是涂装，后面是红色的塑胶圆形色，前面的这个红就很有金属感觉了。然后眼镜啊。眼睛吧啊，是金属蓝，非常非常的漂亮。胸口博派的标志呢，印的也是非常标准，果然是正版的玩具，就是质感就是不一样啊。那全身上下的话呢，散发出一种就是力量的感觉。除了拳头吧，我可能觉得拳头还是稍微的小了一点，当然可能原来的一个动画片里头呢，拳头就没有很大，只是我觉得跟钢索相比起来的话呢，好像这个拳头的大小是确实是差了一个档次了啊。我们来进行这一款铁渣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首先的话呢，我要讲一下它的这个变形过程当中，这个翅膀因为这里是没有打铆钉的啊，在变形把玩当中可能是会有掉下来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第一个变形的步骤呢，是它这个手掌呢翻转180度之后往内推就完成变形了，这是它整个变形里头呢让我最有惊喜感的一个。抠出来不好抠没有关系，你就弄武器呢这样把它卡住抠出来啊，
转一下呢，它的手臂呢就出来了啊，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手掌的变形呢是非常妙的。然后呢，整个背包的话呢，整个先把它给打开，往上推上去，腰部呢先反转180度，再来呢把这个脚掌翻开，这个有一块部件要把它给翻开，目的是要把里头这一块翻出来。这里翻到这里卡住没关系，这个部件可以往下推一点点转出来，再把它恢复给原状就行了。这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啊，转出去，这里打开，推下来一点点就可以把这个内部这个部件给翻出来了。这个空间待会要收纳大腿的啊。那这个按照说明书的一个变形方式，它是整个转上去之后呢，这个有一个双动关节，这两个90度啊必须要打得非常非常的结实，才能够顺利的把这个 Token Out 给扣上去啊。那么呢，我们知道的话呢就可以了啊，这个整个90度一定要打得非常非常的笔直，非常非常的笔直，跟提正步一样的笔直。好，整个的给扣过去，然后的话呢这个地方呢才能够顺利的去扣进来。那说明书的一个变法的话呢应该是比较保险的。那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再进行一个地方的结合，你看到内部有个空洞啊，孔洞啊，两侧它要扣住这个地方这个部件。那这里的话呢需要稍微去对一下啊，你要去对一下这个形状啊，形状 match 到的话呢才能够顺利的扣进去。那我会建议呢，你就先想办法扣住其中一边，扣上去之后另外一侧呢顺着压过来就能够卡住了。卡住之后的话，我会建议后面这里啊顺便的啊，这两个卡扣啊顺便把它给咬合进去，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两侧，我会建议在这个时候呢先把它给卡进去好了啊。上面这里松开了啊，松开的关系，所以它就咬不住了。好，这个时候建议你看把它给卡进去，这样一来的话，整个骨架已经是非常的稳固了，这个变形已经完成了一大部分了。手的话呢先翻出来，你可以呢先把这个脚的话给翻出来啊，再一次证明这是一个官方的产品啊。变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确定了没有买错啊。那么再来的话就是一个胸腹的一个变形过程，这个头啊不要转180度啊，它这个头后面是有个斜的一个角度，跟这个是有 match 的啊，就不要动它了。然后我们把这个胸口呢给往下挑下来，然后这个部件整个的给往上推上去啊，推上去，整个给推上去。这个时候你再把嘴巴打开啊，这个地方就是平的。如果你头转180度的话呢，它就会这个地方就会有点偏下，就完成不了变形了。再来的话呢，我们这个胸口啊，这个两侧部件它是有个双动关节，在这个地方啊是有个双动关节，看到了，我们就把它给斜搓一个角度之后，就比较顺利的能够把它给移到内部来了啊。这个地方给各位做个这个地方啊，把那个剩这个是个什么陕西裔的这个部分呢给推出来，两侧透过这个双动关节我们把它呢给推到这个内部来。好，那么到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再把这个部件整个的给往上推上去给压好，它基本上就会卡住了。那稍微调整一下我们的四肢，最后的一个步骤呢就是这两个部件翻下来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凸，然后内部上面是有个凹的一个结合，那稍微对一下，因为是在一个内部啊，你必须要稍微用翻到底盘来稍微去看一下，把它给扣上去。那么呢调整一下它的一个四肢。还有啊，我手上这一款啊，这个头上那个脚啊，它是一个 C 型扣啊，但是它感觉扣的不是很稳啊，有时候手去一碰啊，它有时候这个脚会掉下来啊。这个也是这一款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地方没有铆钉，还有这个脚啊容易去掉下来，这是我在变形把玩中比较常去遇到的一个困难点。那这个尾巴可以很完美的收纳在它的一个这个枪可以收纳在尾巴，然后这个地方记得把它给扣上去。那么最后的话呢如果你要把这个丹尼尔给扣上去的话呢它是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这个开口啊去扣在这两侧的这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那我们就也给各位做个展示吧啊，毕竟是一个一体一在一起的一个产品，我们就完成了这一次这个 SS86 系列里头 Dinobots 里头的 Slag 的一个变形过程。我们来看到这款铁渣的载具啊，或者叫它的一个恐龙形态，外形来讲的话呢，几乎可以说，好吧，大概有10%的空洞吧啊。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硬是这个就变形的时候就是这么收进去啊，翻出来是很有爽快感了哦。但是从后面来看，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到它身上的细节啊、刻画什么的，其实做的还算可以啊，刻线也算是比较深的。那这个金属色的部分的话呢，也很有古早玩具的一个感觉啊。然后脚内部是空洞啊，
那它其实全身上下最漂亮的应该是这个眼珠子，它这个眼珠呢，其实呢，它是涂装的，然后里头呢，透过一个凹进去的这个造型呢，加上金属蓝的一个涂装之后啊，可以呈现出非常非常有艺术感的一个光泽啊。我这边讲艺术感是赞美啊，并没有什么其他阴阳怪气的意思啊，各位不要误会，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水蓝色的一个眼珠。脚的话呢，可动，前方呢，由于是跟人形的肩膀是共用的一个齿轮关节，所以动起来非常的爽啊。然后拳头收进去啊，这个变形是很妙的。脚的一个可动的话也算是比较好的，尾巴完全卡死就不能够动了啊。底盘来看的话呢，也算是比较结实一点的一个结构了。然后呢，这个嘴巴张开的话呢，可以看到内部呢是有一个凸跟有一个凸的。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是可以安插一些官方的一些喷火的一个特效件什么的。但是可能我这个形状，不对，不是我的形状，是这个特效件的形状比较奇怪啊，导致它有点下垂啊，并不是我下垂，是特效件下垂。换了之后它还是下垂。OK， 好吧，反正你知道这里可以安装一个特效件就可以了。头部是卡死，完全是不能动的。然后丹尼尔的话呢，就坐在背上是比较合适的。那整个搭载起来放在柜子里头，展示性也是相当的不赖啊。那如果配合之前的这个 Grimlock 钢索的话呢，再变成兽形之后啊，体积是比较大一点的啊，那也比较高一些些。那两者呢，我觉得都是蛮不赖的一个86年的一个系列的玩具了啊，那只是一个入手价格的问题而已。那都会有一些小小的不足点啊，钢索的不足点可能还比较多一些啊。这款的话我觉得完成度还稍微好一点，它可能除了像这个地方的偷胶啊，还有这个脚后面还有这个没有铆钉之外，其实它的一个部分的一个我觉得吧，我给它的分数可能会比钢索再高一点。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钢索呢，先前我们都玩过 MP 级别的玩具，所以对它的一个极限的话呢，我们都已经有设一个基本的一个门槛了啊。那么这一款的铁渣的话呢，就利用这个时间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算是第一时间入手了啊。如果说未来的话呢，如果你能够在台币1200以下入手的话呢，这是一款非常赞的玩具啊，跟以前的 V 级的玩具呢基本上是有的比的。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